做操，好，还是在睡觉，就要赶快叫醒。哎，对，自己觉得嗨，都来了。可以啊，看着笑。哎呀，阿英啊，是，都是变化球，一直用变化球骗那个小朋友，骗那个小朋友，被骗，不能这样子欺负小朋友。那就先来一个老朋友，老朋友，帅气了，对啊，帅气了，减八，对啊，那个状况其实没错。偏心偏心成这个样子，偏心呢？干嘛这么咬牙？我也是攻内角，基本分就是要拿进来的。一垒跑者走了，三垒方向滚滚滚出界外了。哎呀，哇，这边呢让一垒的杨代军，这个时候，哇，打跑战术，打跑战术，哦，呀，又是变化球，哇，插到球皮，这个是界外吧？结果曾志尧。沈直接判定没有擦到球皮，哦，又是擦球，又还是变化球，好像没有回到，没有擦到，那但是一不是构成三振，喊一下有没有？每次都喊一下。的安打现在也两出局了，哎呦。拜拜，班长的班。好了，可以跟大家讲，等一下九棒开始打，他们等一下是九棒，九一二。夜跑者走喽，得过。哎呀，这边会空杯三振了。看到好要倒也可以，对啊，何鸿燊也投球20颗球了，你没打一个147。挥棒落空，快的，突然来一个哦，直插球了哦，这个直插球，一下掉到外，还有钟成佑，哦，哎呀，小碰水，可以，好。他吧，哦，回放落空，对，又是直插球，秀秀，哎，轮到秀秀了。有人提到他竟然一直投直插球去。